给我刹车。没有，妈的，我们要玩卡丁车。卡丁车。嗯，好 ，OK。来，上次我载你吗？没有。现在换你载我。好，好不好？不要骑啊。好，你不要骑啊，速度要起来哦。好。你不要骑20没？来，老妈载你，你就知道了。妈，开车去那边。妈，你走那边，走那边。好。进去。哎，等下吧。你脚不放。嗯，可以。啊，我的脚在哪里啊？啊，这个刹车太多了，这样吗？脚太多。不给他垫一下了，他短短的而已，脚短短的。嗯。哈哈哈！快躺你开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哦。那你肚子要收起来。耶！耶！可以开快一点吗？油门踩下去。嗯。耶！耶！你要看前面。哇，这个很好玩，不像上一次一样。这个对，你要被倒追了，宝宝来了。猜多一点。对。猜，再去。啊，刹车在哪里？刹车在你的左脚。你不要刹车。哎，宝宝刹车，要，耶，宝宝很帅。我的脚是被开团，对，很慢。等下我们绕一圈，我换我，等下换我。你不要给我骑太快哦。好。像他怎么20块的就好了。我不用踩油门了。你不用。我在哪里？这边了。妈，你不用动。这样啊。哎，对，帮我拿那个。我这样撞了。对。耶！你要拍我。你要这样，用那只手，右手。我们今天要去玩了。斜一点，哎，这样，耶！哎，我学姐，加油！干！哎，我学姐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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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我学姐，加油！啊，你个屁样的！油门线剪掉，很大力，哦，恐怖哦！
拉一下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切。慢慢点哦！哎，它会跑掉吗？不会的，我站在上面不会跑掉，你不要跑掉就好了。哎呦，很久没有玩这个了呢。那怎么改起来 ？OK 吗？妈可以吗？可以吗？OK 吗？啊，脚发抖啊！